刚才我取现的那张卡呢，是 HyperPay 的万事达欧元实体卡，特点是可以完成 USDT 的取现，可以直接在 ATM 取现金。HyperPay 呢，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介绍了，不过当时主要测试的是他们的虚拟卡，没有尝试实体卡。这次弄了张实体卡试了试，确实能够把这个流程跑通。另外，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张没有激活的卡，就用来抽奖吧。具体的抽奖方式，我们放到视频最后讲吧。 Hyperpay 的话，它目前做的最好的应该是它的钱包，我们可以到飞小花来看一下，它现在钱包的排名是第四位，然后就在这个小狐狸的下面，然后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情况，然后它的成立时间是幺七年，幺七年到现在的话应该是五六年的样子了，五六年在币圈的生命周期的话，应该算是不错的了。他们的官方注册地址我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了，需要的可以点进来注册一下，进来之后点击右上角这个 Sign Up，然后输入你的。 手机号和密码就可以注册了，这个地方会自动带入我的邀请码。通过邀请码注册的用户，如果你需要购买实体卡的话，你购买之后激活之后可以得到十五 U 的返现。当然这个活动不定期截止啊，具体的话看置顶评论的更新啊。当然我们注册完成之后，最方便的话还是呃下载它的 APP 来用嘛，点击它这个图标，然后进来之后根根据你的手机的系统自己去下载吧。 苹果用户的话，注意一下，App Store 里面它是这个图标，这个名字。然后我们打开之后，登录之后，点击右边这个信用卡，它最上面这个 HyperCard 的高端什么定制的，这个就是这次我测试的这个实体卡，实体卡。然后进来之后拉到最下面，我这次测试的是这个欧荣耀金卡欧元欧元卡。然后我们直接来关注几个关键指标吧。产品规格，它是发行国家是立陶宛。 啊，首先它的这个目前不支持中国护照，所以 Q I C 这一点的话需要额外想办法。呃，聪明的朋友在评论区应该能够找到办法吧。然后它的开卡费是一百四十九刀，然后目前返十五一五的活动刚才也提过了。然后它的月费是一欧元，嗯，消费的上限是一欧一万欧每天，A T M 单日的限额是一千欧，然后单笔的取款限额是五百欧，充值的手续费是两个点，然后 A T M 的取款的手续费是两个点。 然后刷卡消费的话，E A 欧洲经济区无手续费，其他地区一个点。所以如果当做取现卡的话，它的手续费是四个点。这个费率说实话不算便宜了，但是它的开卡成本算是比较便宜的。这类加密货币取现卡的优势就是不怕收到黑钱，不占外汇储备。嗯，刚需用户还是不错的。类似这种类型的卡，另外也有一些，但是好像开卡成本就会高一些。我还没有研究很多啊，等以后都试过了之后，可以做一下横向对比。 而且币圈的这些路子，说实话，永远不嫌多。你能多搞一条就尽量多搞一条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但说不定哪天有些路子可能就不好使，成本不高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可以尽量多弄几条路备着也是不错的。如果需要购买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个立即订购，然后最上方就可以填写你的收货地址。这个地方就是你实际的收货地址嘛？要不要不然你怎么收卡呀？ 然后价格的话，它这个地方可以用 USDT、BTC 或者 ETH。那一般我们肯定是用 USDT 来支付嘛。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需要先把这个 U 充到这个 HyperPay 的钱包里面，然后通过这个钱包里面的这个 U 去支付。充 U 这个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吧？待会儿我还是稍微演示一下啊。当你收到卡之后啊，点这个地方的一键绑卡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会让你输入。 你的卡号，就是还有一个信封号。信封号的话，就是说你收到的那个信封上面会有一个，应该是六位数的数字啊。那个数字的话，就是那个信封号。输入完成之后，点击提交绑定的话，下一步就是完成 QIC。嗯、呃，你们具体的话，因为我这儿就已经已经完成过了，我这儿点不下去了。点右边这个绑卡教程，这个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大家到时候需要的话，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 提交之后，它默认提示的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审核完成。呃，我这边的话是大概半天左右，它就把这个卡就开好了。另外的话，它也有虚拟卡，呃，我们可以点所有卡片，可以看到所有的卡。注意看标注的那个简单 KYC 的，就是只需要姓名、手机、邮箱就可以开卡的，其他的就需要护照。最近他们推出的新卡是这个五五七的这张卡，嗯、呃，它它的开卡费是三十 U。 然后充值手续费是两个点，没有消费的手续费。呃，发行的话是香港发的卡，虚拟卡两个点的损耗的话，个人感觉不算高了。呃，像我以前用的 e z Pay 的虚拟卡，直接用人民币充值的也是三个点的手续费。当然，我玩美卡之后，因为有实体卡了，虚拟卡就研究的不多了。不知道目前其他的虚拟卡什么情况啊？这张卡的话，用于外网的一些支付还是挺不错的，应该。 前不久呢，中国身份证认证的微信没办法绑新的境外卡了，所以国内的玩法就被限制了挺多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至尊返现啊，嗯，就是可以消费最高给你返到好像是百分之十五，但是开卡费的话是三百三十 U。那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。如果你要开这张卡的话，就点击及申请。下面这个是至尊返利，刚才说那个。然后我们默认的话，如果你不不需要的话，就填上面这个五五七。 过来之后填写的信息的话，就包括你的姓名、手机号还有邮箱。姓名的话是填拼音，然后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，然后就会到了支付的界面。支付的话，它刚才说了开卡的费用是三十 U 嘛，另外它有一个最小起充，就充值的金额是十五 U。那你这个地方支付的时候就是四十五 U，然后开完卡之后里面就有十五 U 的钱，大概就这样的。 然后它的审批的时间也比较短吧，一两个小时好像就好了，我感觉。另外的话，这个四九三这张卡，四九三这张卡，它的开卡费是十五 U，充值费是两个点，然后消费手续费是一个点，所以它相当于有三个点的损耗了。呃，发行发行的也是香港发行的，所以它除了开卡费便宜十五 u 十五 U 之外，就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了。 另外还有一张四八五这张卡，四八五这张卡，它的发行国家是美国，它的特点是可以用于 Chat GPT，充值手续费两个点，美国网站的消费手续费是一个点，所以相当于你在美国这些网站 Chat GPT 啊之类的这些手续费是三个点。如果有 Chat GPT 的刚需的话，可以尝试着用这张卡。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最最最基本的吧，也许一部分小白用户可能会需要，就是怎么把 U。 转过来，你想就是这里面我们买卡或者充值都是用的 U 嘛，USDT 嘛。首先你要充值的话，首先你得有 U。那一般的话，像我之前出了一期视频，就是怎么用钱去买 USDT。我们一般的话可以尝试的在 OE 买嘛。呃，具体的话可以看我前面那期从零开始买币的视频啊。呃，买了币之后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充值的话，我们点 HyperPay 里面啊，点充值。 充值的话，默认的话就是左边左上角这个数字币充值。我们一般是 USDT，点击 USDT，然后这个地方它会给你一个二维码或者地址啊。注意啊，我们一般来说目前手续费比较便宜一点的就是这个 TRC 二零啊，记一定要记住这个链，不要搞错了啊，这个链名称 TRC 二零。然后下面有一个复制地址的按钮，我们是点一下，点一下的，现在就复制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切换到 O E。 就假设你 O E 已经买了币了，你 O E 里面已经有币了啊。我们点击进来之后，默认我们点资产，然后点击这个提币。现在是 O E 的 A P P 里面啊。然后在你的资产里面点这个 U S D T，然后点这个链上提币，然后输入地址。这个地址就是我们刚才复制过的，把它复制过来，就是刚才 HyperPay 的地址。默认它是 T R C 二零啊，这个这个就是对的。 比如说我们要充个十 U 过去完成，然后它默认它它的手续费是一一啊，不管你充多少哈，手续费一般都是一一一到两个 U，就是 TRC 二零这个网络我们点击提交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呃让你输入 OE 这边哈一些验证码，包括手机啊、邮箱啊之类，然后点击确认之后，然后它就 OK 了。 然后过几分钟之后，这个币就会充到 HyperPay 那边，然后你就可以用那边充到 HyperPay 的虚拟卡或者实体卡了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充的话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它这个链就是提 b 网络或者提 b 的链的类型，一定要就是你提 b 的这个地方，就 O E 和 HyperPay，你一定要保持一致。我们就用这个 T R C 二零嘛。 你先充个几 U 十 U 试一下，没问题，然后你再充更大的，请些金额。好了，最后说一下抽奖嘛，抽奖的方式是本期视频你点个赞，然后留一个评论嘛，然后在下周一晚上初定啊，初定下周一晚上十点钟吧。呃，到时候我开一个油管的直播，呃，直播的时候根据本期视频的评论来进行抽奖，就相当于抽一条评论出来，然后送出这张欧元实体卡。 啊，当然，前提是抽奖的时候你你要在直播间现场啊。如果抽到你，但是你不在直播间现场的话，那就就我们继续抽，直到抽到直播间的朋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希望可以帮我点赞、转发、分享，这会对我也非常大的帮助。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观看。